莫扎特呢个名字，相信大家都唔会觉得陌生。佢系古典时期嘅一位音乐神童，同好多作曲家唔同，佢嘅才华喺佢在世嘅时候就已经备受赏识，无论系喺教会、宫廷，甚至喺民间，佢嘅演奏同埋作曲天分都受到人嘅肯定。莫扎特喺佢短暂嘅一生入面写咗超过800首作品。大家都可能听过他的交响曲、钢琴作品或者歌剧，但他亦都为教会写了不少的圣乐作品，当中包括了17套弥撒曲和多首经文歌。刚才大家听到的 Ave Verum Corpus 就是其中一首经文歌，是莫扎特在他离世前半年为圣体圣血节庆典所写的。相比起其他同期的莫扎特作品，这一首经文歌比较沉静，似乎着重于创造一个平静的气氛，透过优美的旋律和和声，等人可以在圣体前默祷。现在就等我们一起咏唱基督的灵魂，继续默想基督的苦难和圣体奥迹。